我民国七十三年开业到现在，差不多有37年。我是民国七十三年，70年科比，73年开始职业教育。我这算祖传的啦。我爷爷、我阿公就是迄个非中药行，就是对于迄个所谓的古时候的那个生药行这样开始的。所以说，我们从小就接触。就是讲，咱咧讲病症分哦，我就是讲，咧看迄个疑难杂症侪啦。我印象上深的就是啦，就是讲一个小姐来我看，已经生一个查某囝，啊，伊来，因为我咧讲看病拢是赞美，你唔能甲我讲你的病，我来赞美，啊，甲你开药啊。即摆咧，这个小姐来住伫迄个鉴定区嘛，我印象足深的啦。我真系甲伊讲，你胃不好啦，啊，人我搞屁了，伊拢无甲我回答哦，讲哦，啊，伊我就开药啊，结果这个患者等伊食了，伊结果我应该讲伊有心啦，先生你就够熬的咧，是在搞啥？我就是要来看有心的啦，你甲我讲胃不好，我拢怎点伊，怎点伊啦？结果了，这个患者一个是阿丁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患者呢，伊后壁介绍所有伊的闺蜜、伊的朋友就对了。来，我那个站面甲讲了，讲啊，小姐，你就是什么无好，什么无好。哎，啊，你若无意见，无呢？阿丁啊，讲叫我唔能讲。哎，你若讲伊就无搞啊。啊，你就安尼，伊话提等个只，你就好安尼啦。这个我印象上深。啊，佮对你个就是，这是有够深刻，就是讲，因囝。因囝就做饭店啊，对啦。啊，因老因算大了，好了。妈，咱那落魄个共带囡仔嘞，伊去金门做饭店啦，3年才转来。都乌白讲，这你小弟呢？哈，我你做一饼，你生一囝，谁不小弟？真的啊！啊，即摆因两个哦，夫妻来甲打细时，安怎你搞出来？医生提醒哦。我唔是来看医生的啦，哎、欸，迄、那个阮某互你赞美，你讲医生，我弄全店面片啊，无就无全出去，笑打死人啊！这一直看唔到的啦，啊，这个对个位都有心啦，哎、欸，啊，这是什么关系呢？就是讲，咱胃啦，他都爱在例子，胃就是伊的牵涉力足强的，所以讲为什么查某袂当食冰，尤其月经来你食冰，伊其实是透过胃。即、这个胃经一直就传导到子宫，哎，所以迄个胃是迄个看妇科的一个基本的对啦。啊，对咧，就是医生迄、那个，迄小姐做惯了，迄妈妈啦，啊，伊生着囝，因做过试管，做过四遍，因为好个人伊无咧惊，结果拢未好，伊就来问我，我来讲，就证明就是医生就对啦，安尼啦，啊，就是一条迄个脊椎就是这个就对，啊，你开种。医生的药就是补心的嘛，哦，就是啊心伊都要走来头前。哎、欸，我咧讲看病也是我咧演讲时，我特别拢强调一句话就对啦。主攻就是一块肉，就是一块骨。你无感觉咱古早咧开主攻的药，拢开着筋络药嘛，肚中啦、啊、玉寒啦、啊、哦、脆部啦，拢这啦。啊，大家拢袂去想讲，这主攻是一块骨，啊是一块肉。咱若死了，这个子宫无辨别男女，伊按我都辨别，伊是骨盆来辨别。啊，所以讲，足侪药啊，就是讲，咱咧开的时候，就是讲，乱了方寸啊，也或者是也指针就对啦。咱足侪东西甲五脏六腑有关的。唔过，我伫在要甲恁强调，就是讲，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，看。未生唔是看身体，因为生是遐咧生，伊甲身体无关的。我做个比例的就是非洲啦，非洲营养不良，惊心上多。哎、欸，
两日一顿，嘛是生一堆，哎，迄个情绪，哦，敢那独甲情绪有关的尔，甲你心脏无力，甲你胃痛，甲你啥物拢无关的，伊就是独立一个个体，咱的输卵管袂通，伤复杂起，歪曲的，伤过歪曲的，还是讲伊就是伊个绒毛嘛，伊个绒毛运动有问题，容易骨安在，但是你骨痛会有痛过，啊，你是塌的嘛，还是粘连？迄种骨粘连在干哪边？所以不孕症伫我37档的临床内底个了。不孕症这是属于生殖学，伊绝对袂使甲牵涉足远的。所以足侪人去予人看不孕症拢足久的，伊是不可解释的，就是讲伊足侪原因，就是讲唔是医学讲的安尼。啊，所以我拢凭粘连眼看袂是安尼。啊，所以神迹会较侪啊，人看袂好，你看会好的。咱中医吼，伊本来就是，譬如讲，伊也未健保以前啊，伊也未健保以前呢，是各凭本事，生理好个拢做好个，拢摆个。来讲，你咧讲个迄个包车包游览车来看，外地哦，拢来看，啊无好就是拢无。伊个关键点的独一个关键，上主要关键就是。中医的把脉，怎么？啊，全部医生呢？咱讲实在，中医对不对？也怎么熬的人对啦吼？会凭把脉就可以诊断病情、开药的对啦。伊袂当超过暴击，伊有派病，哎，有派病，一种是治病，知影病，啊，一种是治病，无共，所以讲你怎么落去，咱有足多。美化的，比如讲，我就是耳见五脉，啊，我嘛做过理事长。这种见五脉，这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讲，你若有病，伊才跳出来；，啊，若无，伊袂跳出来。伊站无相安无事，伊袂跳出来。啊，所以咧站袂足轻咧。所以或者讲，或者头先啦，以前你讲咧站，你敢那甲我摸一个尔咧？我哪有甲你摸者？就是讲，伊个下肢特别啦吼，伊足轻咧。啊，轻一点的，知影讲伊咧跳的点无水啥？啊，阮咧迄个上不久，迄种爱无中层，啊，这鲁班拢一个注射的，拢可能足轻的哦，你爱愈轻愈准。我讲到这，咱咧传统的医疗内底呢，有足侪提升的，对咱这医学有帮助。譬如讲，中医诊所以伤骨科这种的。伊就是结合传统医疗啊，按古咱的法规来对点讲，伊就爱以先亲自操作了，你看没有？啊，这是咱的国家的规定。你甲看，我讲泡卡的艺术，因为伊是宫廷，伊是私传的，啊，所以讲咱呐对于讲咱这中医，咱讲要发展的，咱有足侪技巧，跟讲足侪方法咯，会当哦结合发展，就是讲。我的志向就是讲，对咱的迄个医生的训练就对啦。伊其中有一门就是泡这行就对啦。这应该爱开课来讲，这无人注重，因为你注重嘛无好。啊，唔过这是甲中医传统有违背，因为你的药啊，你有经过泡水，甲无经过泡水是天壤之别，像这种。啊，搁教育下一代，足侪咱中医师嘛是足有心要学的啦。我已经讲13档啊，也搁是拢满做。一个医生要讲13档，我就是最长寿的演讲者啦。